我经常劝同学们啊、要学着高两成的植物的这些技能啊，自己要好好学习。平常不要只是混水摸鱼，要学高两成。在学院也不能永远当小孩子啊，对不对？总有一天你可能就要负责弘法，或者是主持寺院。先不要谈那么远，哦，你现在还是沙弥居士啊，还是 一年级。等到像三年级的时候，你要当维奴，哦，或者是当组长，乃至将来做什么。所以在下面还没轮到执事的时候，你就看人家维奴怎么当，木鱼怎么打，中鼓如何，这个在下面就要慢慢学着高两层，可能木鱼或者灵鼓马上维奴，学着。一方面熟悉以后，然后再自然这样就很顺了，哦，不要平常都不用心啊，等到临时抱佛脚，这个是胖子不是一口饭吃胖的啊，挤也挤不来。我们过去的经验啊，有很多人刚进来，很喜欢进来的，但是进来以后吃不了苦，哦，就急着想出去。那我一句话奉劝各位，立志要长，不要长立志，立志要长远，不要经常在立志，经常立志不断的变化，你的志向跟没有立志一样的，所以大家设定一个长远的目标，就是你这辈子这个出家人，或者说你的修行有没有达到见道，或者是 要跟佛结下一个甚深清净的善缘等等，好，或者说你在弘法上，在教育上，在修行上各方面定下一个明确的目标，然后朝着它稳健的迈进。那中间因为你目标很明确嘛，对不对？中间即使受一点苦都还可以熬得过去，但是如果目标不明确的话，稍微一点苦他就想转向，稍微一点苦又想转向。所以 世间也是一样啊，哦，世间的木匠啊，或者是理法的种种，被出塞一景啊，哦，他有时候啊，那个师傅叫他怎样怎样，他摸得半死啊，是不是？那一个小学徒是很为难的，啊，但是如果他熬出头了就不一样了。同样的，各位也是如此，哦，希望定下一个明确目标，不要怕吃苦，稳健迈进。而且呢，我们最后的目标是什么？是成佛嘛，对不对？先不谈这辈子，最后的目标是成佛。那佛是什么智慧？它是一切智，一切种智啊，所有的一切，一切智，既然是一切都圆满，布施、持戒、种种修行、禅定、戒律、智慧，种种度化众生、慈悲、福德，全部都是圆满的话，我们现在多一点用心，都是在储备成佛的资料。所以大家在学习的时候，不要用喜欢不喜欢的情感来抉择啊，这个科目我不喜欢，哦，这个植物我不喜欢。喜欢不喜欢这是情感的，但是哪些是应该做或者早晚你要做的，这是理智上的。所以大家多利用理智上来判断，少用情感情绪的，然后来做那种偏颇的取舍，哦，因为早晚你一定碰得到。不要跟同学在比，哇，谁高谁低，要比是比你自己有没有在进步。有的人自以为是精进啊，哦，事实上那是一个盲点，是轻慢心。他自以为哇我很精进，
实际上那是一种轻慢性的作祟，而误以为是精进，其实不是的、啊哦、那是烦恼，那是轻慢的烦恼。所以我们跟自己比，我以前如何，未来如何，现在如何，稳健的迈进，然后行有余力，拉同学一把，进步大家一起进步，那才有意思啊！要不然大家互相拉扯，大家一起退步而已啊！啊、哦，不安的，那是不好的。有一个观念跟大家分享啊、哦，我在日本念书的时候，我留意到他们的企业啊，他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呢？虽然有很多国立大学啊，统统，但他很会考试，脑筋也都很好，但是因为这个科技进步非常非常的快，一到公司的时候，学校所学的啊几乎用不上了，所以他们必须在重新训练，做职业训练。训练有很多种，当他挑人才的时候，只是笔试啊、学业大家都差不多啊，他如何来判断呢？其实主要考量有几点，第一个。你有没有主动学习、长久学习的意愿？如果没有主动学习，没有用啊，对不对？因为科技不断的翻新啊，哦，你没有主动学习，你在学校所学的，到职场上已经不管用了。所以有没有主动做一个生涯规划的长久的学习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第二个，团队合作的精神。你即使很聪明，但是只是单枪匹马，有很多这种团队作业啊，你又跟人家不合群，这种其实成就不了大事的啦。哦、因为整个城市的设计啦，各方面都是如此，所以。同样的，我们同学除了自己的增长以外，要注意到啊群众啊，就是大家的和和安乐，彼此互相的帮忙，而且是主动啊，不是被动自私的行为啊。导师说，我们在学业的学习啊，不是只有知识教理的吸收而已啊，当然。他们出家人或者是有志于修行的话，佛教的教理基础、教史，基本的要了解以外，其实我们重要的是培养一个高洁的身格、高尚、啊、洁净的身格，这是我们重要的。另外还有如法的生活态度，啊，例行和的。身段的运作，这三个都是我们要学习的。所以之前我们觉得很困惑了，因为同学们进来的，来自各行各业啦，年龄也参差不齐，学习的快慢也有不同。有时候在教学上面会不知道拿捏在什么程度了啊，教得太深，初学听不懂；教得太浅是。程度好的又觉得很无聊，那有点困惑，好不好拿捏？那请教我们英公导师，导师他说，学习哈不只是知识教育，重要是培养一个健全高洁的身格。所以我们在学习的时候，不妨见贤思齐，见不贤内自省。看到哎不错的，我们跟他学习。但是有的人即使说他的课业很好，但是不一定品格很高尚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他不一定会煮饭，煮得很好吃啊。煮的饭大家都吃不下的。有的人课业即使不好，但是呢，他打坐也好，或者是热心为群众服务，好、哦、那。在道义上的精进，这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好、哦，所以其实大家就见贤思齐，见不贤内自省。看到啊，这个怎么样？我们
好言相劝，把他一把，不要劣币驱逐良币啊。我的好朋友也是好道友慧敏法师啦，就是现在法鼓学院的校长啊，他在中华佛音所跟我是同学啊，他那个讲其实，在他的观察啊，有的同学啊，包括我们一般的众生也是一样，他心性很好，你不必再怎么教他，他自己主动自动自发。有的人啊，就是那种心性逃避，然后呢又自私，类似这一种，你再怎么劝他，那个效果不大，在你面前装模作样，背后呢又露出马脚。那我们是希望说，能够多数的，如果你本身是什么根性的话，你自己明白了哈。我们希望至少多数的人能够和和向上，不要因为少数害群之马把大家拖下水。我们佛缘在教界的风评非常好啊，大家希望珍惜。那这个风评是建立在各位的努力上面，你要以佛缘为荣啊，就是希望我们学习把握三个要点啊。第一个，静智身心，就是身心要清净。那自己身心清净以外呢，第二要利济众生，有慈悲心啊，因为成佛，大圣菩萨不是治疗案啊，他要利益众生，所以自己清净，身心都要清净，再来利益众生。那利益众生有很多种啊，有的没钱给他钱啊，没吃没饭吃给他饭，但是我们法师啊或者住持是住持正法，所以要弘扬正法，真正让众生得到究竟解脱。那我们要弘扬正法，自己先对法要有正确的了解，要深入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希望大家用心的学习。